酒吧都超过10块了，他现在还能这样开，真加不起油吧。那最后还是逃不过 DSS 枪线，毕竟四个人。是的，来自环保主义者豆子的审判，爱的华尔兹。是，这个是真没办法。确实，他能活到现在，我觉得很厉害了。他转了那么多圈。是的，是的。那艾希这里也是找了个房子，是的，他去把六扇门的 YRG 赶走了。不过 YRG 其实也无所谓，对吧？嗯，六扇门边缘防区给你，我去炮楼，他不香吗？是。FTY 位置是刚自己打下来的，那真不错。是。TMA 要进圈，然后 GFY 不想让他那么轻松，但他自己也不是很轻松。TMA 能去啊 ？TMA 好像只能去边缘的坑了，就是 Chroma 站的那个坑。之前 LG Divine 就很喜欢打这个点，哇，北切，今天的翔龙也真稀呀！哎呀，我现在又觉得刚才如果北边有个房子就好了 ，FM。哎，但是其实筷子这个时候也在圈。是的，露露没子弹了，应对最后还是被911给打下来。不停的护倒。南边要护锤呀。是 IPI 刚刚还很香的地方，一下又被刷走了。是的，但是他马路那个反驳是能玩的。是的，但是南边要先打完才行。是的，就看现在 FQI 是选择先进圈还是先换分，因为四圈蓝圈伤害呢会逼迫所有队伍都会在这个圈型当中提前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但是这是个麦田圈啊，圈内没什么好的点可以给你待了，你没有顺位的话，那肯定先能拿分就拿分咯。是的，结果要被炸了只剩一丝血了。哇，这个阿童木的雷在半坡的位置扔过来，将 Kroba 炸倒，而另一边许生出枪，将阿童木也是反打掉。大家互锤 ，FQI 已经派人过来拿分了。是。YRG 这么沉迷抽把玩，这你不看看屁股？六扇门前面是有一队的。好，动手开始了，开启了 K 分模式。我这两分 K 的也太舒服了。确实出枪效率很高，是的，连续拿到三分再来有吗？这跟枪四分舒服，这个是真的。对于这种圈边，就是开枪效率太高了，你出枪就是头，那对于 FTY 来说真的太舒服了。包括你在路人局玩的时候也很爽，嗯，这种分数一颗雷。哇 ，I7 这个时候加入了包夹 YLG 的一个。战局当中，我觉得 YLG 早就应该去做好这边的部署，他反而是把大部分的精力时间枪头都调准了南边的分数。你可以抽那边的分，但是你要想清楚，你后面是有队伍的，你不是那个最后的这个第三方啊。左上角也很挤 ，DDT、DSS 和 SMS。是的，这个位置容易吃雷啊，两边。先扔一波手雷互换一下，看看对方的什么情况。SMS 就是有防区爽打靶，但是六已经倒了，武器系原点把豆子放倒，受伤的只有 DDT 和 DSS。是的 ，SMS 毕竟是防区啊。是啊，这爽啊，这 K 啊，这不就是刚刚 FQI 养的吗？这个干拉太过分了吧，这个有点不把 DSS 当回事啊，这个干拉是把自己打残，不过还好前面有烟，先去混烟打药。两边都在互相打状态。而另一边的话，黑猪是把祭司给雷倒，这是在，麦田当中一个作战。I 七，他去扎麦田了。怎么就这样了？反而是 YLG 同样也是同样的背景，就是在南部底部，他并不是最后一个圈甲方，反而自己是落入了 FQI 的这个包围网当中，一个手雷，黑猪也是被炸倒。我是能想到 YLG 可能扛不住 FPY 的集火，但是我没想到 I 七这波被打这么惨。两边都想进圈啊。哎，我是觉得他可以先去想办法边缘打打架再去，没那么着急哎。我踩上的武器机又放倒一个，今天武器机状态神勇，高星也是放倒。另外一边手雷互换，还有吗？踩头上对方是有掩体的，正面高星再一次出枪，没看到李白刚才，哎呦没看到他。是的，李白这个位置太致命了，在掩体后面，高星在烟里面只剩一丝血。最后一颗手的75结束掉了罪恶的一生，把高星给带走。这个时候要反清 DSS， 还有个李白。这个圈悟空也太舒服了，肆意开火。好、FTY 这里好像是被两个队狂抽。是的 ，RBS 反而是绕了一个圈，绕到了 FTY 的屁股。他是绕这里来了，我觉得 FTY 做梦都没想到，他这个方向居然会再来一个队伍。是的 ，RBS 的控边做的是非常极致的，因为在 FTY 视角里面，这个他是最后一个从南部进圈的队伍，
没有想到 RBS 看守拿过来，这是龙死哥打掉一个，但是 Monster 的补枪更快。这倒地倒这么多队友，没办法了呀。是的，照这样的话，只有前两位的老局在前置位面对 IG 的两人进攻。好，另外一边，哎，我还以为李白会穿的啊，李白打了一个。这个手雷直接把这个唯一的掩体脉动给直接炸掉，最后被白龙马给收下这一分。4M 要开始。这个开始他本来之前要做的事情，但是过来这个车上大金把幺幺打下来了。4M 现在目前人数不多啊，只有两个。他这个时候想扎，真的比天还难，真 的比登天还难。这波其实说实话，如果我是翔路的话，会直接打得更加主动，直接把你清掉，因为你人不多。二娃选择上楼，高德威打一个，高德威倒了，高德威应该是想帮二娃创造点输出环境，一个喷。但是人多是的，是的，他两个人抱团去清点的。嗯，那这样的话，翔路这把又拿到了一些不错的淘汰分数。是的，南边还没打完啊，这把是个福地，这个地方确实，今天翔路还挺稀。这把如果翔路还能拿到一定的分数的话，能够进入个前三，说不定前三场基本上应该是接近于下班了。是啊，你只要把分数线定在35分以上，你其实离下班就不远了。嗯。十七本来是想找机会，但是好像 RBS， 还是很稳健啊，没有给什么机会。等缩圈吧，现在大家就边上都还可以待一待。现在场上最舒服的是悟空啊。嗯，是的。与世无争，抽我的靶就完事儿了。抽靶的时候千万不要被击倒。是的。他现在其实唯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这个北边激震的队伍，包括这个双方这个 SMS。北边一直没有解决掉，那他就没有办法肆意的踩在头上这个楼顶啊，这个肆意输出。嗯。哇 ，RBS 直接顶在实际上近点的反波，这个圈真往北切，连悟空的防具都不香了，你想看？悟空一想自己跳的老家是缺的正正中心，而且这个顶角切啊，这把机阵里面居然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队，你知道吗？这个是最。Unbelievable 的就是除了翔路以外的队伍都没有想去集阵这个想法，因为都觉得集阵这个位置刷不到最后的决赛圈。是啊，因为它很偏呀。是的，只有北部过来的队伍才会有这个想法。前年两边的手雷互换 Monster 由于站位太过激进，我连续的放倒 RBS， 只剩后年两个人十二月跟愚人实际上在这个正面埋伏。十七这波是主动清出来的。是的，能不能全员而归我觉得都悬。十二月有把美扣他埋上，完全不是这个过点，打一个，但是后面有枪线。哎，我知道多少都要倒个人，看自己能不能及时止损了。现在翔路跟悟空化为场上的收分机器。是的，就比谁 K 的分多。十七这个是有路来难回啊，去是的，真的。哎，打了十二月，我觉得这个枪线这个处理的比较好。那现在只有蓝圈里面的愚人的位置了。愚人这个点也很难处理啊，关键是能不能一个人扛起十七兽啊？十七兽已经没了是吧？有烟吗？关键是愚人这个雷，哇，直接扔烟里面的。愚人这个愚正是把小北给打倒了，直接震倒。苏九也不能在房墙再待了，就是要赶紧正面帮一下，因为小北这里肯定是要被蓝圈带走的。吃了一口毒，他要帮小鬼脱离这个战场，但是太难了。我想过十七可能不能全员回去，但我没想到那三个人全都回不去。这最后应该是翔路跟悟空的一波四打四了，场上麦田的两个人都要被清理掉。但是谁先活到最后？苏九活得久一点，没办法，因为愚人那个位置率先吃蓝圈伤害。是的，苏九在麦多后面。就看素九愿不愿意给分了。这个麦多也太小了，这个翔路34分了，也基本上说实话34分基本上已经可以下班了。是的，就看最后跟悟空打的时候能不能有机会吃鸡，对吧？悟空同样也是已经拿到24分，主要素九对他没什么威胁啊。还在扣素九，我蹲着走当一个幻影坦克啊，最后还是被肖天鹏找到，36分。这把淘汰还没有过时啊，还没有达成小目标，这个时候就看悟空和 XLG 到底谁先淘汰谁了。是的，嗯，都是四打四，反正有三局不？没有。哎，有个班长过来了。在哪？啊，下去吧。怎么鸡巴玩意儿啊？撞 why 这波班长想撞，拉过来了吧？
他不懂。再拉这个麦腾行不行？一边，我再拉麦腾一边行不行？对，能拉，兄弟，你给我看一下。我操！他在去。我操！他在去。我操！有几辆车吗？我们有几辆车？到哪？等一下，我换一下，我老子不装逼了，不拿喷子了。拉着，没位置搭。多两车挪进来了。位置搭，兄弟们，位置搭。再顶上顶个草垛了。前面有个石头可以顶，但是要吃人，你小心点。不应该顶那个石头。这个石头吗？对，顶石头。上面石头可以顶。大家车带我，车带我，大家。帮你们架一下。算了，我封烟完，你们都可以过去，你们都可以过去，我封烟可以架贴你们的。好。厕所一个，厕所一个，小心厕所一边。啊，我这边不好不好，顶不了，顶不过去了。不顶了，就顶了。顶不过去了，顶不过去了，我顶不过去了。是的，我没偷窥了，我不能对了。我留一个呗，我来保一个呗，我留上去。先打吧，首先打吧，别让他丢我雷就好了。先玩吧，就。封个烟得，给吉普封个烟。大金，你们封吧，我没烟了，我没烟了，封不了。我来封，我来封，没事。实力没事。被偷窥了。挂机了，没头盔了，我操！刚才上面石头贴过了，贴不过来，不会，我直接不得了。那封烟去这个草垛不？不能，不用动。别动，别动，就是 B 圈打就行了，就 B 圈打。别对枪，也不用对枪，你就看一下天门，帮我们看就行了，别让他拉死了。我天门，等会儿一会儿不在圈呀。S 啊 S 啊，直接挂机收米。我相信你们，好吧。这个烟没事，我不用管。那、啊、是。这两个一会儿一起抬头架一下，架一下房顶。啊，你跟我，你跟我说架的时候。来来来，我们俩准备好，丁总。我说，我这儿说。右边房顶我没看到了，右边房顶没看到，反正厕所肯定有一个。右边房顶他没看我了。在他们要保的时候，直接来来，我们俩站，一二三，让他看一下，他在厕所那一块了，厕所门口，厕所厕所，大三，楼顶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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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逼毒打，逼着毒打，这个语音还是很欢乐的，听到了不少重要信息。但其实确实目前这个状态和位置对于翔鹿来说确实真的是优势太大，就翔鹿自己也知道这个时候是吃雷的，这波雷阵雨实在是扛不过去，就是翔鹿是有选择的空间，而悟空没有，悟空这个圈不在圈，只能顶这个石头，被迫吃雷。那现在目前四打二，翔鹿其实有机会是收这把的鸡了，机会大了大了去了，是的，四打二啊。那两连击的话，翔鹿应该是提前下班了。前八啊，这个分数完全够啊。一般当说完这句话之后，就会有个人突然穿起来。嗯。我已经不敢断言了。但是他们打得很稳。是的，我主要是他知道逼，就是逼着蓝圈打嘛。是的。这种鸡还是稳收的好，就是不要给对方任何机会。过点打残，已经现在全部锁定在厕所了。现在。翔鹿可以打得更加主动一点，就卡前两位这个石头，他不在圈。现在因为之前特别这个头是被掀掉的，所以说他也不太敢这个 pick 的这么过分。他冲了，他冲了，打了一个就、OK 啊、特别这波冲锋把自己打进去了，不过对方血量也不是很多，在烟里面在打药。哎，还有雷，是的，还有两颗，这两颗雷有没有什么关键性的作用？哎，出烟了，断烟了，断烟了，断烟了，烟断了。一滴血，恭喜翔鹿二连击十二个团的拿下。那么，在前三。